对于我们的这个估价啦、智慧王啦、抢钱啦，你们自己有信心吗？估价王觉得特价这两个字应该又要比市场价再贵。智慧王，徐律师，第二组呢，刚刚来势汹汹，很少有人哦。放眼望去哦，直接就先选这个法律，对不对？我要调整一下我的问题，要针对你们的来问。第三个，徐律师，第三个答案是。2016金头脑由南加州 Toyota 经销商首席荣誉赞助赛普特精品电视许氏森业集团风铃旅游 Vision Smart Center 世慧林连胜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，特别感谢